6月22日，招換基金宣布即時停收捐款。基金話收到托管人真普選聯盟有限公司通知，唔會再為基金執行支款指示，因此基金宣布即時停收捐款。基金目前户口結餘有超過720萬。警方國安處上星期證實，調查基金係咪違反港區國安法或其他法例。根據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附表7，可以向高等法院申請提交物料令，要求提供資料。